多吃它可保护射护腺。男性可以多吃番茄还是丝瓜来保护射护腺细胞？番茄。射护腺的细胞用番茄比较有帮助哦。应该是茄红素，你隔壁聪明哥已经点头了，一直在点头，对不对？因为射护腺就是他的亲戚啊，熟到不能再熟啊，每天都要看，看不到了就光看，摸得到。今天晚上九点，东森综合台，全民新攻略。